变得不喜欢色色，性欲下降。那是睾固酮降低吗？男生女生都可能啊，因为那个就等于是内分泌不一样，性荷尔蒙会改变，就是脑袋有想法，身体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所以大哥就跟二哥不能联系，哎，很难联系啊。那性功能开始有障碍的时候，通常会有雄性秃的问题。我们男生哪能雄性秃啊？很多人听的都很伤脑筋吧。TVBS A 小台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拜托 ATM。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点击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们的条片啊！